大嘴鳄鱼，所需材料有卡纸两张、水彩笔、勾线笔、双面胶。先把鳄鱼的身体处像这样来回对折，折成弹簧状。在它的脚上面画它尖尖的小爪子。鳄鱼做好了，就可以用水彩笔画一些水波纹了。这样一只可以动的大嘴鳄鱼就做好了。